啊，280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现在在日本最香火最旺的浅草寺，人山人海。据说这几天到浅草寺来拜拜呢，就有46000日的功德福报。所以呢，虽然我没有带直播棒，还是很想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得到这么棒的福报。这个是日本目前来讲，就是官方统计的资料里面，每一年有3000万到4000万的游客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两天我们非常的幸运哈，来这里拜一次就相当于来拜46000次，所以分享给你希望你也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帮我分享出去，然后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福报哈。那我现在呢，就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浅草寺的整个周围哈。这个寺庙已经有好几百年了。然后呢，听说元旦的时候呢，每一天会挤进100万人，很可怕吧？100万人，把我的这个 FB 上的粉丝全部集合在一起，也没有100万人哈。所以呢，这个非常的随喜赞叹哈。那大家呢，到这个寺庙像我刚刚呢，已经在里面呢念了一段八圣吉祥祈请文，也念了缘起咒。同时呢，也念了非常多的六字大明咒哈，因为在这个庙的周围呢，都会有一些龙天护法、天龙八部哈，然后鬼神都有哈，还有很多需要离苦得难离苦得乐的这个众生，所以呢，我们在里面念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呢，所有人呢都共同接受到这样的福报。特别是呢，他们这里跟我们藏传佛教有一点像，就是殊胜日你念经咒或者到庙里参拜啊，布施供养，是不是福报增上呢？今天呢，来这里看到这个视频的人，就相当于你拜了46000天，要不要赶快分享出去啊？时间有限啊，而且我的手会酸哦，今天没有直播棒哦，所以呢，你看在我背后呢，哎呦，我的帽子飞走了啊！好，大概是要进庙里的话，就一定要把帽子给脱掉，这个是礼貌。那因为我现在还在寺的外面哈，等一下我进去里面呢，就会把帽子脱掉。那这一阵风呢，就是告诉我说我要进去了哈。那我刚刚呢拜拜了，念了八圣吉祥祈请文了，这个地方的磁场呢本来就非常的强盛哈。那再加上有这些经咒呢，一定会更加的吉祥。那我呢刚刚没有布施，因为呢我身上没有钱，我的所有的钱全部都在助理身上，现在助理已经上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进去看浅草寺，同时要布施哈。那进去里面呢非常人山人海，我们现在大家来看好吗？来镜头。好，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浅草寺哈，这里是可以结缘很多御守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有没有看到人山人海今天还不是元旦哦，元旦的时候呢会有一天100万人哈。现在呢，我带大家来看这里最有名的浅草观音浅草观音哈，大家仔细看了，然后赶快分享给你的朋友。今天呢这两天呢拜一次就相当于46000日的功德哈，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分享给大家，因为我的粉丝长期对我的照顾哈，所以呢，好，我们现在双手合十哈。那我现在会布施，那你呢可以当成你自己也在布施哈，100块200块都可以的哈，几十块钱也都是可以的，你心里想你要布施多少，就这样子好吗？好，那现在呢大家看到我的手了有没有？我也不知道这是多少钱嘛，反正就一叠哈。那我现在呢，这个就是替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一起布施，请大家双手合十 ，Om Mani Padme Hu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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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
好，刚刚有没有看到呢？没看到的朋友呢，就去看重播。我要赶快迅速离开这里面，因为呢，其实里面是不允许拍照的哈。我刚刚已经这个犯法了，好，我赶快出来哈。刚刚已经有人告诉我说是不可以哈，写信できないです，好，就是不可以拍照的意思。好。那再重复一次今天呢我在的地方是浅草寺。那浅草寺呢每一年有3000万到4000万的游客，包括日本人，那是目前日本官方资料里面呢香火最鼎盛的一个地方哈，真的是香烟缭绕哈。好，那现在呢就带大家看一下这里香火鼎盛的样子，然后呢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，因为今天呢来拜一次就相当于拜了46000天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香火有多，哇，看到没有？有没有非常非常的水洗赞叹？人山人海，人山人海。哇，我妈你别没空，对了。到寺庙呢，就是不断的念，好吗？不断的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让这里的来这里求福、想祈福的朋友，都可以离苦得乐、心想事成。同时呢，这个周围的神鬼、六道的众生，还有这个天龙八部，好，全部呢都能够得到 Om Mani Padme Hum 的。加持，这里就是浅草观音寺，拜拜 ，Hello， 拜拜。